哟，晚上4万人了。刚才还说今天上人怎么那么慢呀？原来你们都在后面等着我呢。欢迎直播间每位铁铁，我是小白牙，是一个抖音上唱歌的主播，今天有点感冒了，所以说喜欢听歌的朋友可以给牙牙点点关注，在我们的左上角，欢迎你们的到来，欢迎大家。让我在深情地望着你，早安我的 baby， 你帮我迎接灿烂的曙光，迎接崭新的黎明，是你给我无穷的力量，勇敢地向前行，我要对你说声谢谢你，早安我的龙葵，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亮我一路前行，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陪伴我一路前行，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早安我的龙葵，早安我的龙葵，早安我的 baby。 谢谢大家，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感冒了的小白牙的直播间。那我们最近啊，大嫂啊，有一首跟大嫂有关系的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首歌的名字啊？一半疯了，一半算了，送给大家。哇，直播间马上50000人了，欢迎你们！左上角方便的话，可以给牙牙点一个关注，谢谢大家，动起我们发财的小手，点点关注哦。熙熙攘攘争命运的道场，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求怪那酒杯太浅，禁不了泪唱，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不是年少不疯狂，只是岁月太荒唐，就怪那岁催人老，谈不起一如既往，笑谈风霜留一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再对烈酒诉衷肠，只能说说旧时光。好听吗？大家说说牙牙唱这个歌好听吗？好听的话左手我们动起发财的小手给我点点关注呗，就在这里啊，这个位置，这个小黄心的位置，拜托了哦，唱歌交给我，点关注交给大家。哇，马上60000人了。熙熙攘攘争命运的道场，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就怪那酒杯太浅，禁不了泪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不是年少不疯狂，只是岁月太荒唐，就怪那岁催人老，他
气也如期望，笑谈风霜，留一副冠冕堂皇，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再对烈酒诉衷肠，只能说说旧时光，就怪那酒杯太浅，敬不了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不谁年少不疯狂，只是岁月太荒唐，就怪那岁催人老，经不起一如既往，笑谈风霜，说说旧时光。这一首一半疯了一半算了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啊，这首歌叫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咱们喜欢听歌的别忘了啊，给丫丫点点关注，在我们的左上角。那接下来我们来一首节奏感比较强的，大家跟着音乐节奏一起点屏幕好不好，点屏幕不花钱。来，加油加油，他会魔法吧，我也会魔法，马上给你们变到60000人。来，直播间集体啊，兄弟们一起来戳戳手机屏幕，帮我助助阵好吗，加油。悬崖了吗，让我体会吧，这爱恨的落差，爱是绚烂的烟火，遗憾是一刹桃花，云儿飘啊飘啊，船儿也摇啊摇啊，请带我去远方，再看看他的笑吧，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的怀抱，你离开的时间啊天啊，对，我今天感冒了，今天感冒了，请大家原谅我这个感冒唱歌鼻音比较重啊，谢谢。200万赞了，继续加油哦。悬崖了吗，让我体会吧，这爱恨的落差，爱是绚烂的烟火，遗憾是一刹桃花，云儿飘啊飘啊，船儿也摇啊摇啊，请带我去远方，再看看他的笑吧，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的怀抱，你离开的时间啊，云儿飘啊飘啊，船儿也摇啊摇啊，请带我去远方，再看看他的笑吧，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的怀抱，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煎熬。你们的点赞就疯狂的上人啊，我们现在点赞都马上到300万了，大家厉害。那接下来这首歌我猜很多人都听过，来吧，说他的名字叫什么。感谢我们送礼物的大哥大姐们，谢谢破费啦，点赞喽。谢谢你们，感谢大家，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牙牙。
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带着我满怀的奇迹。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说，可知我满怀的寂寞。可以在左上角给牙牙点一个免费的关注，欢迎你们的到来，我是一个感冒了的唱歌主播。欢迎机器林大哥。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说，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谢谢大哥。那我们唱了半天的这个节奏感比较欢快的，那接下来的一首歌叫做桃花诺，最近抖音还有我们各大平台非常火的一首歌，不知道今天感冒了能不能唱得好，大家拭目以待吧。好听的打个好听，不好听打不好听。初见若缱绻誓言，风吹雨梳卷岁月间，问今夕又何年，昔有昔但愿执念，轮回过几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层土一帘幕，一花一树一唐突，情事中爱偏开在迷途，我前路我旧物，我是我的我最初，我白白
好听，哪个好听好吗？谢谢大家的好听。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看风再见，留一片童话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层土一帘幕，一花一树一唐突，情是重爱偏开在迷途。我前路我旧物，我是我你我最初，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前尘夙愿来世路，一念桃花映过度，那一年只缺时光再重复。感谢梦姐，谢谢我们送来人气票的朋友，也感谢给雅雅点关注了的朋友，谢谢你们。这个歌是我唱的不好听吗？怎么掉人了呀？啊，掉人没关系，再来一首歌，看看能不能把人唱一唱。往上来吧，愿你。无非却有欢，愿你情有所依不孤单，烦恼都短暂。Come on， 愿你在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雨天有伞，愿你梦能安，愿你温而善，愿你心不烦，愿你时光。愿故人不在，愿你余生两人永相伴，无悲却有欢，愿你情有所依不孤单，烦恼都短暂，愿你匆忙脚步能放慢，不忘回头看，愿你此生今夕无遗憾，万事皆圆满。睡睡，谢谢大家的人气票。愿你温而善，愿你心不烦，愿你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愿你余生两人永相。感谢我们榜上的大哥大姐们，谢谢大家人气票还有你们的点赞。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的老铁们来到小白牙的直播间，大家晚上好。
有点歌的朋友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你想听的歌，好吧？会唱的话我就给大家唱，对吧？我们唱一首快歌，唱一首慢歌。对呀，直播间所有的铁铁们，我们会在我们的这周六，本周六的下午两点，在我们烟台支付区的大悦城啊，进行那个户外直播啊。如果我们有同城的朋友，欢迎到现场哦。烟已沉默，心事向谁说？不肯回头，所有的爱都错过。别笑我懦弱，我始终不能猜透，为何人生淡薄。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萍水相逢却给我那么多，你挡住寒冬，温暖却保留给我，风霜寂寞凋落在你的怀中，人生风景在游走，你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等着我。谢谢水水。谢谢水水，谢谢大家的礼物。你们想听什么歌，公屏上可以打出来。怀中，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岁月如流在穿梭，喜怒哀乐我深锁，只因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这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岁月如流在穿梭，喜怒哀乐我深锁，只因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在天涯尽头等着我。感谢我们睡睡。来到直播间的朋友问的最多的就是你是富贵吗？我叫富友。妇女之友。他们也叫我烟台一枝花，当然你也可以叫我花开。来，谢谢睡睡。那我们再来一首歌送给直播间的朋友，好吧？你们要点什么歌？想听什么歌？还唱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呀？这个歌我就唱，唱。阿刁，咱能不能唱？我都感冒了，放我一马行吗？哎呦我的妈！你们就当一次放马的，放我一马。求求了。熙熙攘攘，这命运的道场，
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就怪那酒杯太浅，进不了泪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不是年少不轻狂，只是岁月太荒唐，就怪那岁岁人啊看不清一如既往，笑谈风霜留一副冠冕堂皇，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酒诉衷肠，只能说说旧时光。今天的鼻音感觉声音更好听，感谢我们夕颜姐包容。今天感冒了，大家可以送送人气票，好不好？熙熙攘攘着命运的道场，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就怪那酒杯太浅，进不了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不是年少不疯狂，只是岁月太荒唐，就怪那岁催人老，谈不起一如既往，笑谈风霜留一副冠冕堂昂皇，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再对烈酒诉衷肠，只能说说旧时光，就怪那酒杯太浅，进不了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不是年少不疯狂，只是岁月太荒唐，就怪那岁催人老，谈不起一如既往，笑谈风霜留一副冠冕堂皇，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酒诉衷肠，只能说说旧时光。感谢直播间的所有的铁弟们，这首歌叫做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喜欢听唱歌的朋友哎，别忘了左上角给牙牙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动动我们发财的小手，拜托。这首歌大家觉得好听吗？谢谢宝宝们送来的人气票，坚强的牙牙，当然要努力呀、啊！这个来，掌心之中，还有点歌的，你不要点阿刁。让我感受你的不同，或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请用一个。形容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让我与你一路同行，我能不能得到你的恩宠，陪你到老你侬我侬。我也错过花一样的梦，渴望有人爱有人懂，翻越这人海一万人之中，等待与你一见钟情。
你会不会把我栽赃心之中，让我感受你的不同。我是不是直播间所有铁铁们送来的人气票和灯牌，咱们每个有小白牙灯牌的朋友送个人气票好不好？哪怕就一个，我们来助力一下了。好多朋友说你就是富贵儿，那你给我点点关注呗，你多观察观察我，行不行？行不行？感谢我们送来礼物的大哥。哎呀，彩云之南啊，这个歌好高啊，今天我不知道能不能唱好啊，那别忘了点关注行吗？你们总是说不能行动一下吗？哎呀，唱歌靠我，行动靠你，不管是谁直播，也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主播，大家只要想听歌听就好了。那你们有人奔我颜值来的莫非？是吧，只要大家喜欢就够了。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空缺飞去，回忆悠长，玉龙雪山闪耀感冒，我尽力了，唱得不好，我尽力了，不要嫌弃我。这洋洋的礼物，我就是冲你颜值来的，有眼光。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却飞去，回忆悠长，玉龙雪山闪耀着眼
风飘扬，蝴蝶裙摆歌声在流淌，泸沽湖畔行人荡漾。你看你看，大家点这首歌我就唱了，我是不是有诚意？那么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朋友能不能根据我的诚意然后给我点点关注呢？谢谢大家，谢谢。唱的不好的地方然后大家多多包涵，因为今天我感冒了，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没掌握好这个天气啊，天气预报，然后就感冒了，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想听八号当铺是吗？你是不是感冒了？嗯。听闻远方有你，东升跋涉千里，追逐沿途的风景，还带着你的呼吸，真的难以忘记关于你的消息，陪你走过南北东西，相随永无别离。可不可以爱你，我从来不曾歇息，像风走了万里，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我还是那么喜欢你，想与你到白头，我还是一样喜欢你，只为你的温柔。谢谢大家，我们现在丢一丢人气的票好不好？哪怕只有一票，可以吗？别忘了左上角在头像旁边的位置啊，有一颗小黄心或者是关注两个字，给牙牙点点关注，谢谢你们的喜欢和支持，谢谢大家，谢谢男人哥。因为远方有你，东升跋涉千里。欢迎大哥，追逐沿途的风景，还带着你的呼吸，真的难以忘记关于你的消息，陪你走过南北东西，相随永无别离。可不可以爱你，我从来不曾歇息，像风走了万里，不忘归去。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喜欢你，只为你的温柔。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我还是那么喜欢你，想与你喜欢你，只为你的温柔。谢谢大家，我们现在人气票第4名。
加油啦，兄弟们，咱们加油了，好不好？往前冲一冲，谁说撸前三名啊？欢迎我们江南雨大哥，欢迎我们雨哥回家，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啊，谢谢大家，人美歌好听。那我想问问我们夸小白牙夸半天的朋友，有没有给我左上角点一个关注啊？谢谢你们的关注啊！今天感冒了，唱的可能不是很好，大家多多包涵啊！谢谢。那我们再来首，来几首好唱的歌行吧？咱们不唱太难的歌了啊。咱们就助理人数加加油好不好？今天他们办庆典呢。又干啥的，就有点太厉害了。哎，他们办庆典咱给他们点面子啊，咱们助理人数涨一涨。现在有5000多位助理了，直播间现在36000位宝贝啊，我们能不能丢一丢，哪怕只有一票，咱们来助力一下我们的人气票。欢迎帅帅。像我最亲爱的人，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想着我最思念的人，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沙，喝下这最烈的酒啊，随便吧，就浪迹天涯，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天边人气票都学会就可以了，付费的哪怕打一票，我们打一档，免费不会的打付费，加油！谁让我爱上了你呀？谁让我没那么狠心？一次次原谅着你的过错，一次次为难我自己，难过的时候总是独自流泪，醒来后装作无所谓。嘿，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沙，好像这淬炼的酒，随便吧，浪迹天涯。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像天边月镜子里的花，喝下这淬炼的酒，随便吧，随便吧。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沙，喝下这淬炼的酒，随便吧，就浪迹天涯。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像天边月季子里的花，喝下这淬炼的酒，随便吧，随便吧。谢大家的人气票啊，我们现在人气票的助力人数已经6000人了，6000位兄弟助力了，人气票有不花钱的，大家用一用呗。我们直播间36000人，最少得有10000带灯牌的吧，
那咱们这一万人，我们直播间所有铁铁没有送过人气票的，咱们送一送呢？不行，不行，没有加粉丝团呢，大哥，你们加一加，给我凑个人呢？哎呦我的妈！一天天的光消费不加团。哎呦我的妈！咱家的粉丝朋友们咋回事啊？光消费不加粉丝团呢？有我的牌牌不是挺好吗？哎呦我的妈！这些你们怎么想不开？过几天我就成了大明星啊！关键我成大明星了，你们还不赶紧抓住我的后腿啊！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得唱《闯天涯》呀？说一定得是这首歌，哈哈，加不了，你能来也行，我能把你咋的？我能打你啊？能加的加一加呗。点这儿，点这儿。我唱的青歌。马上7000人助力了，继续宝贝加油。从来不愿命运的伤，从来不愿没有避风港，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远航，寻找我梦中的天堂。冲啊，一生本来太多的感伤，不必再让眼泪成两行，受到那点伤，我唱着情歌一路向远方，死也要死在闯荡的路上，望不断天涯路，望不断苍茫，就让月光陪我在路上。来，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人气票大家学会了啊！我们直播间所有有灯牌的朋友，免费的人气票，我们点一下左上角啊，点一下左上角会出来一个对话框，里面就有免费的，大家可以送一送，不花钱。我唱着情歌，哇哦，哇，第三名了。你猜？我真头发，今天说我是假发呢？你别管假不假发，你人气票送了吗？人生本来太多的感伤，不必再让眼泪成两行，黑暗的无声谁被我撑凉，爱我的人等我去远方，人气票我唱着情歌一路向远方，就让我望望天勇敢的去闯，望断了天涯路，望断了苍茫，我再不怕为了理想受到那点伤，我唱着情歌嗨，一路向远方，死也要死在闯荡的路上，望不断天涯路，望不断苍茫，就让月光陪我在路上，我唱着情歌一路向远方，就让我望望天勇敢的去闯，望断的天涯路，望断了苍茫，我才不怕为了理想受到那点伤，我唱着情歌嗨，一路向远方，死
天涯，死在闯荡的路上，望不到天涯路，望不断苍茫，就让月光陪我在路上，就让月光陪我在路上。谢谢大哥送来的火箭一根，感谢半魔大哥啊，谢谢谢谢半魔半佛，我们叫佛哥吧，欢迎佛哥来到雅雅直播间。那兄弟们，我们现在看看，我们不管第几名不重要啊，今天我们就看助理人数好不好？现在还有五分钟，助理人数是7200多人。大哥们方便加个粉丝团助个力吗？宝宝们，我们就送一票都行，没有礼物的就是消费不了的宝宝，那就送又送一个。哎呦我的妈，谢谢佛哥，感谢佛哥的好事成双，谢谢大哥，咱们就送一票就行，或者免费的人气票，不需要第几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起来使劲，就免费的人气票就可以好吗？谢谢佛哥，感谢佛哥，有没有想听的歌？谢谢我们洋洋，感谢我宇哥，谢谢佛哥，谢谢 HG， 感谢严哥。哎呦我的天哪，今天前五名终于是大哥了，前几天咱们家都是大姐。感谢我们弟弟，谢谢男人哥，感谢西言姐，谢谢可乐，谢谢某君哥，感谢七阿哥，关心你的人，谢谢虎胖。哎呀，咱家终于都是大哥了，不容易啊，前两天天天都是大姐啊。谢谢谢谢佛哥，来，那我们别闲着好吧，这两天感冒了啊，唱的不一定好听，但是我尽力好吧，尽力给大家唱。宝宝们，我们把人气票再来丢一丢，佛哥有什么想听的歌你可以点啊，雅雅会唱的话给您唱，这歌好像都挺高。我们现在助理人数马上8000人了，马上8000人了，咱们加加油。我曾都探望过一次苍天，为何把爱化成语言，怎么恩爱的两个人随风飘散，徒留一副的貌安然。我曾虔诚祈求拜过苍天，三根香烛跪在佛前，怎么漂泊的两颗心无处靠岸，无与你也试过金钱。我曾把心埋在三生石下面，不好意思啊，嗓子哑了唱不出来。感谢我们送来礼物的朋友们，来吧，咱们免费的人气票，我们所有的人气票来清清空来。不好意思啊，今天因为感冒啊，所以可能是比较高的，我唱不动了。咱们把人气票清空了，宝子们，现在还有一分多钟，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别像我感冒了啊。来，直播间所有的铁铁拿起我们的手机，把人气票清清空，加加油。给我乐他，没良心的，还让我给你唱阿刁呢，咋把我使劲呢你。还
有三十秒，宝贝，还有三十秒，我们的助力人数现在是8300多人，宝宝们还能不能再助力一下？没有送人气票的，没有送过人气票的，哪怕只有一票，咱们加加油。第几名不要紧，要紧的是一起加油，一起使劲儿，别看热闹了，说您呢？还有十秒钟。QQ1974804800，恭喜，今天我们拿了第四，挺好啊！才艺主播里面这个典当才艺主播里的 number one， 不错不错不错，我非常满意啊！我这个人不求上进，能有这些8000多人助力，我都特别开心。这个不重要，第几名一点都不重要，反正这个无所谓了，兄弟们，咱就我们打了462万人气值啊！很厉害了，我们都是免费的啥的，咱们打了462万，牛！我就觉得你们最牛最厉害。那你们这么厉害，我给你们唱首什么歌？唱首很少唱的歌吧。今天其实我添了好几首歌，五十年以后还是两个世界呀。唱一首50年以后吧。欢迎我们直播间3万多朋友啊！我是一个唱歌主播，今天感冒了，非常不巧。每次直播间人气好的时候，我不是生病，我就是感冒，就是嗓子哑，我也挺不争气的。哎呀，这个运气啊，有的时候真是就容易失之交臂。每次就当我们流量比较好的时候，我不是感冒就是嗓子哑，哎呀，总是做不好。其实我就很着急，就是很上火，每次因为这样我就很上火。没关系，希望现在和50年以后我们还在一起，我还能变成一个老太太，没有牙了，我那个时候不叫小白牙，叫小梅牙。啊，接下来由小梅牙给你们唱一首《50年以后》，谢谢，多谢。哎呦我的妈！我是小梅啊。此生最好的运气，就是遇见了你，刚好你也爱我，我也爱着你，在这个尴尬年纪，我不再是一个人，多幸运能和你在一起。此生最大的欢喜，就是等到了你，是你带我走出那片沼泽地，送我们交换信物，深情相望那刻起，我的余生就是你。我希望50年以后你还能在我左右，和你坐在摇椅里，感受那夕阳的温柔，听微风轻轻地吹，听河水慢慢地流，再聊聊从前日子，刚谈恋爱的时候。我希望50年以后你们还在我左右，那时都已白了头，还想听你叫我丫头，轻轻牵着你的手，紧紧靠在你胸口，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叫做长相厮守。五十年以后我们都变成老头老太太了，是不是？直播间所有的朋友问一下，50年以后你多大了？你敢不敢回答我一下？直播间现在29500人，
将近三万位朋友，雅雅问问大家，五十年以后你多大岁数了？五十年以后我八十多。哎呦我的妈！五十年以后你们多大岁数了？那个时候我就带着一群老头老太太打 PK。怎么样？你们攒点私房钱，老的时候还能打 PK， 出去花消费去。我在墙上了。怎么了，白羊？那个，听说你刚开播。哎呀，那还用听说吗？刚播四分钟。我带着我们家老头老太太找你呢，玩一局啊，好几天咱俩都没玩上了。我刚播四分钟，我跟你玩一下，我就再影响你 GDP 啥的。没事，我没啥分，刚播，人还没上呢，没上，人还没上级呢。那等你啊。你就那上回啊，对，上回约你一把，完到最后你下播了，咱就没打上。那行吧，来一把呗，那咱就简单的。行吗？等一把方便吗你、啊？行，方便的话咱就来一把。哎呀，没事儿，都是朋友哥们儿当机的，咱之间就别谈方不方便这事儿了。你要有所需，我就随时在就完了。不是，我这还好，我这还好。我屋就是你屋，我粉丝就是你粉丝，能明白不？你拉倒吧，你下一句你大哥就是我大哥。哎呦我的妈！哎，这话我真想说，但后来我不能这么说，知道吗？哎，咱不讲，咱不讲，大哥都知道。直播间铁铁们，五十年以后，咱家所有的哥哥们就像对面一样，变成个老头了。老头咋的？老头好。老头。老头呱呱叫，嗯，老头有、哎、老头呱呱，老头喊麦，老头跳舞，老头精神，老头精神，老头精神，来精神老头，精神小伙来一局，惩罚就是奖励你来定，因为你刚开播，你来定。行，好，可以。那一会儿这把呗。行，那这闭麦重新来还是怎么的？就这把得了，闭麦吧，行不行？闭麦 ，OK。好嘞，五十年以后八十八，没事儿。你们那时候肯定没挂在墙上，放心吧，咱活到老，咱就不比谁有钱啊，谁地位高，就比谁活得久。感谢洋洋，这抽多少奖啊？这是，就比谁活的时间长，兄弟们，你现在告诉我，你五十年以后你八十了，一百了，那咱说五十年以后见，好吗？你要是不在了，你就小狗。哎呦我的妈！那来吧，今天连线我就不唱歌了，牙也唱不动了，唱不出来了，再唱我就完蛋了。揍他！五十年以后变成爆米花了。哎呀哎呀，这感谢我们帽子哥，谢谢夕颜姐啊。有人曾扬言说我们家榜上大哥大姐都是有来头的，都是我的运营。感谢我的运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谢谢，给我捏他。感谢帽子哥，谢谢夕颜姐，感谢睡睡，谢谢胡哥，感谢洋洋，谢谢贤姐，感谢宁静大魔，谢谢新天游，感谢电玩城，谢谢每一位朋友，给我揍他。挂啥墙上啊？你放我心里不好吗？捏谁？捏对面那个老头。你捏我干啥？你捏我脸干什么？感谢我们真然姐，谢谢叔叔。你捏我干啥？你不捏他。谢谢我们机器人大哥的火箭，感谢大哥，谢谢。五十年以后变成老妖精了，没事，我不嫌弃你们。变成化肥了。没事儿，感谢捏我的大哥，你这是捏我。谢谢，感谢我帽子哥，谢谢帽子哥，金牌运营，谢帽子哥。咱家这火力大，托米大大能不能顶得住啊？哎呦我的妈！感谢我宁姐，咱家一打 PK， 咱家大姐和大哥总说谁送的嘉年华呀？感谢我宇哥。谢谢宇哥，咱家一打 PK， 总有大哥大姐说：“怎么我能站，我还能上去不？”感谢我们机器人大哥，谢我宇哥的嘉年华，感谢宇哥嘉年华，给他摆个数字儿吧，就是。行，不放曲了，唠唠嗑吧。
让托米大大让子大大飞一会儿。哎呦我的妈！刺激刺激他家 GDP， 嗯，刺激刺激他家 GDP。那个，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咱们可以送一送小心心，没有小心心的，咱们就点点赞，好吧？大概我们在三月四号吧，对，3月4号啊，周六下午的2点，瑶瑶会去这个我们烟台的这个致富区的大悦城，我们去做这个团，也不是团播吧，去做户外啊，现场就有很多观众，如果我们有周围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们，我会给你们带礼物的，感谢睡睡，你还捏还捏脸，哎呦我的妈，真执着呀，真是，谢谢大家小心心。对对对，我感冒了，我感冒了。咱们直播间宝宝托米大大呢，他是一个喊麦呀、一个变身的主播、很优秀。咱们喜欢他，可以给他点点关注，好吧？今天牙牙唱歌不太行，感冒了，所以我不唱太多歌了。一般连麦的时候都唱歌，那今天咱就不唱了，聊聊天，说说话吧，行吧？谢谢大家。你一拳，我一拳。一起揍他。感冒了还不，兄弟们，其实你们不知道，就一个主播啊，他不能停播，因为我们是有流量的，这个流量它是有等级的，如果停播的话，你的等级会下降，所以就是坚持也要干。哎呀，不容易都。感谢我们水姐，感谢我们神秘人大哥的马车，谢谢大哥，别着急呀、哥。别急呀、你就给托米大大点时间呢、你咋整咋整啊、不然他一会儿不说我耽误他的 GDP 了。等等他，迫不及待了，大哥好几长时间没打 PK 了。他反抗了，你再帮他反抗一会儿，你看睡睡捏脸捏到现在。感谢我们天使姐，谢谢我天使姐。那个叫傻傻的朋友，什么玩意儿？富贵跟人跑了，你咋不跑呢？看你像富贵。太拼了，就大家不太了解这个抖音的机制啊，所以可以简单的给你们讲讲，他们前三都是统一头像，他们前三是前十都统一头像。他家怎么的？托米大大家咋的？是个组织啊！哎呦我的妈！你说神秘人大哥是布哥吗？是布哥？不能吧？布哥的话他得飘屏，问秒不秒？说几分钟秒？哎呦我的妈！应该不是布哥。不哥的话早就说了。没事，哪个大哥都行，大哥一在这消费我就激动。大哥都是好大哥。他家是老太太团，那咱家呢？咱家是宝贝儿团。他们家是什么团伙？他们家哪个养个队的？啊，唐一家宝宝跟我是一直说是布哥。感谢我们天使姐姐，谢谢天使姐姐。就算是布哥咱也不能坑，开玩笑归开玩笑的啊，布哥是唐毅的大哥，能来看我就知足，咱不能坑任何一个大哥，咱都不能坑，开玩笑归开玩笑。还有一分钟，哦，是我们认的号。没事，哪个大哥都好。感谢我们小狮子姐姐。
小姐姐的保时捷，谢谢，仅此而已。感谢门里门外。秒啥秒啊，兄弟！谢谢，感谢仙客姐姐一个热气球的守塔，还有直播间所有铁铁们的小心心守塔，完美。感谢啊，谢谢我宇哥，感谢神秘人大哥，谢谢我们顺顺，感谢帽子哥，谢谢机器灵哥，感谢我们夕颜姐胡哥，谢谢 HG， 感谢小狮子姐姐，谢谢天使姐，感谢大家。哎呀，谢谢兄弟们。嗨，我把麦开开啊。嗨，大爷。白眼儿。我这刚播影响你家 GDP 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不是见谅啊。我们家基本上就这样条件，没有啥影不影响的。他们说你们家都是奶奶团。啊，就是老嫂子团，今天晚上新成立的，他们这帮人改成我老嫂头像，把我媳妇头像挂上去了。老嫂子头像，那这样吧，那你不行，你给我变个老嫂子的，能变身吗？变不了老嫂子了，老嫂这两天没给家。啊。啊，老嫂没给家，老嫂没给家，老嫂出去了，老嫂子。行，那你这样吧，那你就来一首你最擅长的，送给你们老嫂子和我们直播间所有铁铁，行吗？好，行啊，这个你感冒了？哎呀，感冒了，我感冒了。嗯，你这最近得注意身体啥的呀，这别为了风度不要温度啥的，可注意保暖啊。嗯，感冒了，那我就来一个吧，来吧，来一个《乱世烽火阵》。哎呀，哎，等会儿。墨镜没戴，差点忘了流程咱不能断、啊、我们给托米大大点点关注，宝宝们谢谢，谢谢白鸭家的宝贝们啊，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多福多财，财源广进，顺风顺水啊，就是就哎好。近来之事，换我太平盛世，这一朝一世，书写江湖往事，江湖恩仇，决战玉宇青楼，这烈酒如喉，竟改各路诸侯，这六年风雨，必将腥风血起，尔等首席未取，岂敢荣归故里，一把刀我的苍龙剑，斩断了红尘我护念，惊天变斩恩与怨，一世的枭雄锁魂链，老子江湖就是傲，一敌的兄弟排成道，想隔岸观火的金钱豹，对着的苍穹虎咆哮，老子兄弟稳如泰山，斩六将又过了五关，尔等的鼠辈虎视眈眈，毙命里贼我一马平川，斩斩斩我的断断断，斩我的修音在里漫，乱乱乱我的探探探，乱世的烽火的血震撼，望江山扰安宁，蛟龙出海逆天行，看天下烽火停，征战了一声刻下名，闻风丧胆看我旗帜呐喊，把日月追赶皆为我的不满，旗帜嗓音喊到汉古至今，这岁月光阴皆为我的功勋，善哉善哉，漫山遍地兴衰，善哉善哉，何必招惹尘埃，天地玄宗阴阳八卦相通，这二脉皆空，岂能与世无争，海纳百川，这心有不甘，气吞河山，换我静心安，猛虎破关，我再起扬帆，这雨露均沾，我血染苍天。来一段得了，我直播间有个小姐姐可愿意听喊麦了，愿意听锦衣卫砸光了店，也杀光了狗。早说呀，再来一个。叫啥名、啊？咱们小姐姐叫什么名？杀狗。哎呦我的妈！啥时候来直播间啊、哦，小姐姐？我给你喊十遍，喊十遍锦衣卫，喊到你听到吐为止。她叫杀狗姐。叫杀狗，叫什么？杀狗姐。杀狗姐是吗？对，哪个杀哪个狗，杀就是咔那个杀
狗就是小狗的狗。哥，不是姐，来杀我，我小名叫狗子。以后咱改名，杀一只狗能行吗？以后改名，雪界杀狗场，咋整狗场？耐克最和耐克放血。头头，感谢我狗姐，谢狗姐，谢谢。感谢我们的机器灵啊，谢谢机器灵送的一号啊，友谊桥梁。不是，在此扬帆，要不然你送我一段呗，送我一段也行不行啊？仅一位啊！啊，你看我大哥都送医药费，哎、能不能送一段？那这跟医药费不医药费一点关系没有，就是感情。我再来一个，感情感情，对对对，就是杀狗那个。锦衣卫是不是？啊，对对对，锦衣卫。感谢江南雨，谢谢江南雨送出的华华，感谢哥哥，谢谢哥哥。我快进一下啊。西城什么东西？东厂破不了的案由我西厂来破。东厂不敢杀的人。他对面是他脱敏大的叫海狗啊。是我狗。那正好。以前外号。一句话。正好。杀海狗管得了的我。杀倒海狗做海狗丸。东厂管不了的我更要管。先斩后奏，皇权特许。这就是西厂。够不够清楚？保你江山半壁，渡你岁月蹉跎，岸边金花屹立，护你半壁山河。保你江山半壁，渡你岁月蹉跎，岸边金花屹立，护你半壁山河。管你是日是妖，休让江山破碎。我身后这刀，休想全身而退。不过糟糠之辈，使出救神招，让你慌张敬佩。腰别绣春刀，无论明争暗斗，让你长眠不起。这新斩后奏，皆是皇权特许。这百鸟争鸣，岂能尽人如意？那就锦衣夜行，百鬼回避，一杀为止抗命。尔等结束已定，堂堂天子的令，尔等岂敢不敬？二斩甘弄政权，休要舞龙弄凤，本就南柯一梦，岂敢面金朝圣？三杀贪赃枉法，剥夺民脂民膏，莫再装疯卖傻，今日将你焚烧。四斩通敌叛国，休想自成一派，这一山一河皆是皇家血脉。我杀同袍相残，尔等休要想逃，用刺自古风寒，尝尽世间哀嚎。凭借三教九流，妄想只手遮天，别苦苦哀求，葬在烽火狼烟。这击鼓升堂，别装故作淡定，黑白人王前去判你拦命。违着天子的令，尔等岂敢逃？老子手中的命，何止这几百条？妄想看我在干，我在战，我在犯，我在办，我在担，我在犯我，让你白白死烂嘴。这叛鬼都忏悔，再赞美别拌嘴，再铲除悍匪，让你焦灼这雕琢，把功力消磨，百姓敲锣像妖魔，都发配漂泊。老子轻松在精通，在练着轻功，抬头星空这清风，都伴着精忠。我就来一段得了，别耽误太长时间啊！就这话，我就想听杀光了狗那块儿。我等下次的，我就寻思这回耽误你时间太多了，耽误你这二十分钟了，快要。没事啊，这最经典的那块居然没有，杀光了狗，我就没听懂。我杀光了狗，也喝干了酒。杀光行，别杀了。不杀了，不杀了。兄弟们啊，咱自己家，咱自己家宝贝们给白牙点点关注，行，来一段，来一段，一小段吧，我唱一个好唱的。哎呀，啊，来一宿都行，来吧，我直播间就你直播间唱。一小段，一小段，送给咱们家大哥大姐们啊，送给我们对面的宝宝们啊，加油，坚持我们的梦想。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抖，你会心疼地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服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的最远的地方，比第一道曙光在肩膀，
话，用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哦，谢谢大家。今天因为嗓子比较哑啊，哎，但是特别想把这首歌送给我们两个直播间的朋友。嗯，真好啊！要不说人白牙真是有时候吧，听完白牙唱歌之后，把酷狗都给卸载了。哎呀，咱们给大托米大大点点关注啊，这会唠嗑。都互相点点关注，互相点点关注，常来常往嘛，朋友互相捧嘛，坏人互相整。所谓是抖音这地方就是啥呢？就是互相成就啊！再有这样的啥事白牙你就找我就完了。好不好？我票可能不多，但是咱讲话了，就互相之间，咱人气都往这坐一坐，放心就完了。那你那边有没有比较可爱的朋友？你可以带我去转转，我们去，比如说像好吉利啊，揍一揍他了。你这不就问到点上了吗？好吉利搁那等着，我看他有没有时间来。我刚才看我们的那个有这个公屏上有人打说好吉利找咱俩。来，我拉他啊，好吉利。好奇力他妈兄弟们，这有时候我就发现我身边这帮朋友啊，妈好都比我有条件。兄弟们，咱这波来点力度，怎么事儿？这波上点态度，兄弟们，这波上点态度，这波我给奇力拽进来啊。嗯，哎，等会儿他那边怎么是唱歌呢？演节目呢？他那边啊？我看看我这头还有啥谁啊？嗯，我再拉一下啊。江豆豆儿 PK 的。啊，他那应该是做节目呢，他们都9:30小10点时候播，都得头一个小时做做节目啥的。嗯嗯，体力是不是上厕所去了，兄弟们，帮我看一眼来，体力是上厕所去了吗？啊，唱歌呢？哦，那行吧，那唱歌呢，那就先那个啥吧。那歌天天唱，有啥好唱的呀？那你那有没有了？我这嘎就我找呢。没朋友了，我找呢。没朋友了。哎。哎呀，他刚才给我送礼物的大哥怎么开播去了呢？我这一瞅，哎呦我的妈！哥哥有个网红梦呗。哦。哎，等会儿有一个，想起来了，这女的唱歌也好听啊，我给她拽进来。好戏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Hello Hello！ 妈呀，这是谁拉谁不拉，见谁不见谁呀？这是起立呀！又黑了又黑了！我没有没有没有，那刚哎，你可以拉一下菲儿，我还从来没跟菲儿玩过呢。哎呀，我等会儿我拉那个田格格了，我看他见不见的啊？哎，行，都行。嗯嗯，好奇力，你的相机是没电了？啊，不知道。Hello Hello Hello Hello， 漂亮小姐姐，好久不见了，田格格。好久不见了，托米哥。哎呀，我就一句中心思想一句话啊，这今天咱这种局子比较大的都得拿出自己最好的才艺来，才艺负责你们了，分儿你们也负责了，我就当个串场主持人得了。主持主持吧啊。不是齐力和白岩俩在一块播呢？我俩离得很近。我瞅背景好像在一个屋似的。哎瞅背景。那我俩一伙呗，那就是。那边也行咱。白牙，咱俩不啊？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那明白了。你俩商量点啥了？你俩？我俩啥也没商量。我刚才刚掐完他，大腿里子给掐紫了。掐起翘子翘子的，拧紧的了都。对对，拧紧的。你看这样式的吧，咱们就啊，也俩俩一伙就得了，俩男俩女一伙，你看行不行？最合理一点。行，好不好？体力咱俩就一伙，你也知道我啥实力。虽然我跟格格是初次相识啊，但是我觉得格格应该不是一般人。没有，那相当吓人。我希望我别拖您后腿就好了。没有，体力咱来一伙行不？不打嘴，体力你放心就完了，有我在护你周全，好不好？没茅台啊，我负责说话，你负责上分，咱俩就稳当了。嗯，配合的不错。格格这样，你负责上分，我负责这个你喊票。我。咱们我这分组吧，咱打五分钟的就行呗，我觉得五分钟行，五分钟的吧，那我就我哎，谁那是五分钟的呀？我这好像不是我是五分钟的啊，那咱们就分，我看啊，分组这玩意儿怎么分组来着？谁会设一下？我弄了，我设置了。好，那白牙给我上对面就完了，完我和我咋上对面啊？点击混组那个团队啊，好了好，有一个混队了，混了，是学会，终于学会了，兄弟们。对，点击换队伍，完了一点开始。大爷，你好像有点毒啊！你们一连你就卡了。没有，这咋十分钟？哎，怎么是60？对啊，十分钟的。那我们退，我退一下。我退一下子，完了我再进来啊。OK， 行。你们谁是五分钟的，谁开一下啊？学费了，这回兄弟们我学费了。行，大爷出去了，朋友们，大爷出去了，你们看还卡不卡？
为什么我每次连老头就卡一下呢？感谢兄弟们，谢谢。那我但我不点了。哎，我记得我是五分的，为什么一连就变成十分的？这个能设置吗？哦哦，与大爷无关。大爷走了也卡。学会了，嗯，咱们直播间的铁铁们，我们可以给齐力还有格格点点关注啊，我们可以没事看他们直播，空闲时间看看。谢谢谢谢啊，咱家也是啊，朋友们啊。他进不来了，他整不带我玩的，我能干啥？嗯，好嘞，嗯，我这刚才卡了，他说不带我玩的，给我吓完了。嗯，行，这回重整吧，我设置时间就完了，这回我看看啊。行，好，怎么设置？分组，这分组啊，对 ，PK 战，对对对，开启组队 PK， 这回对了，五分钟，对不对？看，哎 ，OK， 闭麦吧啊。行，好，加油啊，格格。好嘞，好嘞，加油加油！我感觉哥哥是个电母，我兄弟们，我感觉他是个电母鸡的。虽然我们是第一次相识，但是他给我的感觉，他一定非常牛。感谢我帽子哥，谢我帽子哥，谢谢蓝琪姐，感谢姐姐，咱们今天感觉能抱上大腿。是谁送来的第二个火箭呢？咋回事？谢我夕颜姐，感谢我姐姐。那谁送第三根火箭呢？真配合呀！谢谢七七零大哥，咱家咋的，在这打榜十呢？谁送的第四根啊？谁？哎呦我的妈！谢我夕颜姐，感谢胡哥，咱家打榜十呢，在这儿啊？该说不说，打榜十真感谢我们小歪，哎呦我的天哪！俺家富婆是真多，感谢神秘人大哥，呀，谢神秘人大哥，哎呀，这十人麻将这不是凑马上凑齐了吗？还感谢我夕颜姐，谢谢我姐姐，哎呀呀，又来个睡睡，你，哎呦我的妈！我现在我已经七根火箭，我七个人送的火箭了，我收到九根火箭，然后七个人送的，还差仨。还有没有仨？凑上得了，打总榜的啊，兄弟们，不是打榜十，大家凑到榜十了。感谢我夕颜姐，感谢我梅子姐，哎呀，感谢 HG， 这都谁送的？看不到了，感谢 HG 啊，谢谢 HG 大哥，这是谁送的？感谢我神秘人大哥，咱家这盛产火箭吗？今天呢？哎呦我的妈！谢谢机器灵大哥，感谢神秘人大哥啊！我就放个曲儿，放个有激情的，大家呱呱上火箭的那种啊！开始圈票了啊，圈票了啊！我说我不圈，你们非得让我圈，你们不行送点小心心也行，就感谢我宇哥。谢我宇哥的嘉年华，感谢我宇哥的华子。大哥大姐们，咱不是一定非得送火箭，是小心心他也行，点赞他也够用。谢谢。来直播间所有铁铁们，我们每次连线的时候呢，不在意输赢，只在意大家共同努力。那么咱们有票的哥哥姐姐们，在自己不影响生活的情况下，大家可以送一送。如果说我们普通人，咱们就感谢帮牙牙，感谢一下大哥大姐就行，好不好？咱们就分工明确，有礼物就送送，没有礼物咱不送都没有关系啊，不怕输啊，赢了更好，但不怕输，别有压力啊。谁要是因为今天送礼物，明天吃不上饭。那我只能给你寄个方便面了。感谢我宇哥，谢谢我宇哥的华子宇，感谢我们神秘人大哥，感谢机器灵大哥，谢谢夕颜姐，感谢 HG， 感谢梅子姐，谢谢小歪，感谢帽子哥，谢谢睡睡，感谢小狮子姐姐。我就是，没事，那你就帮我感谢大哥行吗？感谢月清哥，感谢我帽子哥。帽子哥从听歌粉都变成战斗粉了吗？这不是咔咔喽啊。感谢我们机器灵大哥的黄金火箭，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该说不说啊，他们都说小白眼儿，你这资本呢？是我的资本就是我们家大哥大姐和粉丝们，谢谢大家。哎呀，谢谢夕颜姐，你咋有黄金火箭了呢？火箭是送多少根就能换黄金的吗？感谢我宇哥的嘉年华，感谢我宇哥。那火箭就是送多的，要变成金色的吗？感谢我宇哥，感谢金麒麟大哥。我们家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告诉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和牙牙一句话，就是别怕，我们永远在，没有你孤军奋战的时候，永远都是我们一起上，这样才是最正常的直播间，而不是一个大哥的或者大姐的疯狂输出，而是我们一起上，没有大家点赞都行，输赢无所谓，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加油，谢谢。好奇力家真猛啊，就这么结束了呢？啥时候结束呢？哎呦我的妈，谢谢宇哥，谢谢机器灵大哥，感谢夕颜姐，谢神秘人九号帽子哥，感谢 HG， 谢梅子哥，感谢小白，谢睡睡，谢小狮子。怎么结束了呢？哎呦我的妈！就这么就输了，我这边还没喊完票呢。谢谢所有的朋友们，送来的火热支持，谢谢。姐妹在咱们直播的大力支持，啥也不说了。不知道啊。你有种的贵人 ，OK， 给我华丽的转身，如有神主的清晨 ，OK。我这时间咋都没到呢？有延迟吗？不知道，我家大哥这边都是没。还这时间都没到呢，没事，没事，爸，没关系。哦，要咱们之间，大哥说有争议，有争议，没有争议，就是大哥没有争议了。田格格，田格格，你这条件真行啊，你这跟这，哎呀，馋死我了。我本来行，我拿个第三，我不垫底就行了，我他妈最后一名。我是那个砸锅卖铁也要打，我这大爷也厉害。大爷厉害，你别说了，我最厉害，我拿第四，我最厉害。好，啊行，咱们之间不没有，咱俩一帮玩的不是？对哈，咱俩一伙儿哈。哦，咱俩一伙儿。怨我了，兄弟们。感谢少帅哥，感谢少帅哥，唠过头了。感谢少帅哥送出的年华之词，兄弟们，给田哥哥点点关注啊，给田哥哥点点关注，谢谢大家，感谢感谢啊。那个，那我说吧，我俩咋我俩说吧。哎，我们咱俩赢了，你俩赢了，我俩赢了。啊，输习惯了吗，大爷？输习惯了，老感觉输了。咱俩赢了，那就来吧。嗯，我什么都能做。一人来段才艺呗，咱就不行就是大家都喜欢听你们唱歌，是不是？啊，对嘛。那就白牙嗓子哑了，那咱就让白牙。我唱一首非常好唱的歌就行，你们别嫌难听就行。哎呦，你唱歌还能是难听吗？那不那不是侮辱我们的听觉吗？那不是你唱歌就好听就完了。嗯，真的好听，我都听过。对，什么时候唱都好听，嗓子咱就是嗓子哑了唱咱也好听啊。那我们格格先来还是我先来？行，那我先来吧。那我先来。好的，你稍微歇会儿。那我就唱一首古风的歌曲吧。好，古风好啊。好的，对。古风厉害呀，古风可厉害，兄弟。是唱半段吗？对，行，行。一首古风的歌曲《箫》送给四弟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首歌。这歌厉害，这歌难唱。哎呀，这歌我都没听过，我听听。好听，这个歌能唱可厉害。我走过玉门关外，祁连山上飘的雪。也走过长城边上萧萧吹过来的风，山河边顿雄顿如林间，化成一场雨，天地间一并肩，划破了青天。我走过漠北万丈孤烟，长河落日圆，谁听说羌管胡琴悠悠唱不完的歌，只
几月，自古英雄豪杰，当一人为先，天地间江湖远，途经多少年。若你说江湖是一道关，天边的云开了一扇门。若你说江湖是一条河，千年的愿望也望不穿。太好听了吧，那个。哎呀妈，真厉害！这个歌啊，说歌名我不知道，一唱起来我就知道了。这个歌好不好听，兄弟们？好听是不是？真好听。喜欢我们喜欢那个小姐姐，点点关注，好听。点点关注，点点关注。对，以前叫红哥哥。好听。行。那我唱一首，好唱的吧，唱一首《谁不是》。好，哎呀妈，这歌好听。唱去谁那儿送祝福，朋友们。走出了没有伞的屋，淋雨的每个人都无助，扔掉了早已选好的礼物，头也不回的故作态度，垃圾桶和鲜花都有些突兀，总有人蓦然回首停住，你总想唱着太痛的领悟，你自己清楚，可却控制不住。谁不是喝酒喝到吐，谁不是爱人爱到哭，谁不是真心他从有到无，可是那气却无法消除。谁不是害怕夜归路，可是却整夜不归宿。谁不是傻傻拼命的守护，善解人意的孩子最后都输，都被爱辜负。谢谢，太好了！哎呀，这哑巴直接就烟酒嗓啊，真好听啊，真的好。要不说呢，我说谁要说不好听啊，赶紧去耳鼻喉科看看耳朵去，那是你耳朵有问题。没事，我唱的不好听没关系，声音不好可以去好吉利直播间和格直播间，他们能好听也行。我咋的呀？我就不能唱两句啊？你不是一个喊麦的吗？你老跟唱歌的掺和啥呢？我也会唱，啊、就只是我平时不唱。说我唱的不好听，你们去听托米大的唱。完了，你们就会觉得小白牙唱的真好听了，知道了吗？那齐弟，那我来吧，我来吧，大姐，你压个轴，我们唱歌的先表演。你别的，我们你别的，你这圈已经响了。八十年代的山东，托米给压轴了。来一个花轿里的人送给大家。真难受啊，姑娘小伙。快进香，爱着对方。引进的队伍绕过了一道道梁，唢呐声声吹得满沟乡，花轿里的人儿抬头往外望，你站在咱俩相识的那地方。殷勤的队伍翻过了一道道梁，锣鼓声声敲在我心上，梁上的你呀、啊、可曾想，花轿里的人儿同断了肠。啊哈嘿，啊
哈嘿，啊哈嘿。哎呀，对，我还唱吗？我把麦克风嚼它得了，不行吧？好听啊，宝贝，别搞，好听，真好听。你嚼一个吧，你嚼一个。我牙再掉，我假牙再掉上去，我再你这，我哎呀，我来个啥呢？来个太激烈的吧，怕反差太大；来个不激烈的吧，我们还不会，那我就随便来一个吧，行不行？好不好？对于我们来说，你是一个就是各种才艺都会的，全能。我全能，我全能，来啥都好，来吧，整吧。我还是喊麦吧，我就别的就先尿圈，以后自己屋自己整吧。来，又喊麦了，又喊麦了。我想做剑客，仗剑走天涯。手提酒一壶，醉卧九龙榻，遇见不平事，我必把剑拔。江湖多险恶，我是从来都不怕。可我生逢这乱世，枭雄战城池，为救黎民苦，立下投名状为志。繁华终有落，福报总会来，有因必有果。无欲最自在，有人自持抽皮囊，坐上了枝头变凤凰；有人背心一起义，心中没了爹和娘。总要经历悲伤才能够自有方向，总要放弃一切才能够自由飞翔。世间只是北望两江湖，一声绝唱，战一座空城，徒手为忙。繁华落幕，今后思量，一声戎马驰骋四方，江山拱手相当。行，我就整一段得了，我就。你这样喊麦，嗓子居然不哑。这嗓子那也哑，也哑。但是时间长了，就是跟手一样，你经常搬点重物啥，手顶不愿起茧子嘛，就不容易坏。我嗓子老喊麦，喊，就好像起茧子了似的。没事，喝点水运运，喝点水运运。以后我们都不用练声了，我们就练这个。哎呀，我跟你们这专业唱歌还是没法比。有时候要不这玩意儿就是互相羡慕嘛。就我特别羡慕，就是你们会唱歌的，知道怎么掌握那个气息。我就找那么多老师学都学不会。老师说以后咱就放弃音乐这条道路吧，算是你救了音乐了，行不？不这样，咱真唱歌是真没有啥技巧。都点点关注，兄弟们啊，给白牙啊，给我们的田格格和我们这个黑屏的，哎呀，啥收费项目啊？接下来是啊，都不让我们看了。完蛋了，这相机它不想干活了，它。啊，给咱们好奇力和咱们的田格格还有咱们的小白羊都把关注都点一点，哎，咱都互通一下，每一家粉丝互相点一点，都涨涨粉，好不好，兄弟们？你这喊麦，你给把好奇力都喊没了，你。没怨我了，怨我了。啊，怨我了。拜拜，再会了啊。好，那咱下回吧，我这相机就废了啊。拜拜。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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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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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明哥，拜拜。黑屏了，你给喊好几力喊没了都。我刚才哥唱的歌叫谁不是啊，这老头都但凡对刚才对面的老头他要年轻一点，我头几眼都得迷上。感冒了，是的，睡睡感冒了，感谢欢迎睡睡。睡睡你咋老隐身呢？你看看我就看看我呗，还老偷摸的呢。哎呦我的妈。刚才送礼物的朋友们没有感谢到的啊，谢谢大家。这你怎么看我就看呗，偷摸的。这连我的我都不太认识，直播间零人我也不敢接呀。嗯，谢谢，感谢。嗯，连一下娃娃可以不？可以啊，叫什么就叫娃娃吗？
那必须可以啊，是你支持的小姐姐吗？你让她连我，你让连我，我来接。你让来我，我来接。来直播间，兄弟们，咱来活了啊，咱来活了。那个，咱睡睡应该是睡睡大哥的一个这个支持的一个小姐姐，咱们一会儿冲进她直播间，二话不说，咔咔给她点关注，行吗，兄弟们？为了感激一下大哥这个支持，行不？哥，人呢？啊，你让他连我呀。嗯、啊，没人呢。他连不了我，他叫啥名？叫什么？就叫娃娃呀。他是权重不够吗？该不会吧？这好多我不认识的在那疯狂连我。我看一下。啊，这哪能拒绝我呢？怎么？我搜叫娃娃的就一个，还把我拒绝了，150,000粉丝。150,000粉丝是那个吗？娃娃后面有个小狐狸还是小虎啊？那是。是不是那150,000粉丝的呀？不可能啊。连我好多陌生人都能连我，就叫 Hello， 你好啊，你好小姐姐，请问 你好是你吗？是我吗？是哪个啊？你好，你好，哇塞，大名鼎鼎的小白牙姐姐竟然连我了，我的天哪！啊，小姐姐稍等，请问大哥你能不能飘个屏说话啊？你50多级大哥，你怎么就在公屏里让我搁那找你？你飘个屏不行啊！哎呦我的妈！哪个大哥呀？是求道哥吗？啊？啊？对不起，小姐姐，我认错人了。哦，那找错了是吗？啊，没事，都是缘分。啊，小姐姐，你是什么主播呀？啊，我是一个唱跳类型的主播。谢谢康王哥，感谢唱跳类型的主播。哎，对，哦，就是行，我给你点个关注，回头咱俩连线行不行？啊，行 ，OK OK， 好的好的，那就行，哦、不打扰了。我给你点个关注，然后哎，好，我也给你互关一个。我先干活去，回头好嘞好嘞，行，好吧？哎，好，好的好的，哎，一路长虹，一路长虹，好好的，拜拜，好了。哥，你这娃娃还带俩，还带个句号啊？哎呀！你就飘个屏呗，给我整我眼都瞎了，我一顿找你说啥？10,608个粉丝那个吗？你好，宝贝儿。Hello， 白牙姐。你好，请问你认识一个叫你的睡睡这个人吗？不认识，谁呀、啊？哎呦我的妈！认识。啊！欢迎杀手，都找错了，刚才都认错人了。刚才我刚刚听他们说了，来，宝宝们，咱是二话不说，你现在直播间多少人？现在直播间138。来，兄弟们，咱家直播间现在不多，将近20,000人，19,000多。咱兄弟们，不管先给他充个5000，咱不能说大话。所有直播间兄弟，小姐姐，你是唱歌主播吗？啊，我是唱歌主播，但是我今晚喉咙有点不舒服，要不我唱一首。好，我看过你，我看过你唱歌，我就在你面前不敢唱。没有，来，兄弟们，你唱一首歌，我们给你冲到5000人，试试好不好？好，不一定能到啊，我只是个普通主播，但是我们尽力。来，你开始来。好，直播间所有兄弟来往他直播间跳，先给他跳到5000人。来，兄弟们，来走，你开始。3000多了，兄弟们，3000多了，再过去2000，兄弟去他直播间来听歌，来，兄弟们，再过来1000，感谢哥哥，谢谢江南雨哥哥，感谢江南雨哥哥，还差400，兄弟们，谢谢哥哥，感谢哥哥，还差400就到5000了，妈呀，这零距离我还没开始唱呢，哎
来，兄弟们，体现我们家凝聚力的时候到了。大哥这么支持，哇，我六千了，兄弟们牛，兄弟们牛。一首《如果没有你》送给大家，马上七千人了。谢谢哥哥们。谢谢啊。嘿、hey,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又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真的好想你，再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寻，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兄弟们，他现在涨了1000多粉丝了，咱们直播间宝宝们刚才跳过去7000人，那没过去的还可以再过去给他点点关注好不好？ Hey, 加油。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又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嗯，不错不错，嗯，试试试试好眼光。谢谢谢谢白羊姐姐。试试试试大哥人特别好啊，他这个应该是特别支持你，粉丝团灯牌也很高了是不是？然后、对他基本上我很少很少去连麦啊，但是第一次认识你我觉得小姐姐很可爱。你是新主播吗？播了半年多。
半年多，那也算新主播、嗯、其实做主播真的很不容易，直播间个位数十位数然后能上百位数都算是很厉害的了，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很棒了，有这么支持你的大哥然后还有一些粉丝在陪着你，你才播了半年对不对，我感觉你时间久了你得厉害了对，你顺水一直说你别想起来，就你这才艺你别想起得来，哎，这些都是鼓励你的，这些都是鼓励你的。天天还有人说我呢，怎么怎么样的，没关系啊，那不是你的动力吗？他贼讨厌了。对，你应该最有动力的就是啊，你讨厌我，你到时你别刷礼物啊，你哇哇刷的还挺开心，是吧？他说我又不是给你一个人刷呀，我是全网好大哥。嗯，他确实是全网好大哥，但是这么好的大哥能为了你啊去刷很多礼物，然后呢让主播去连你，其实真的这种情怀的大哥真的很少了。对对，嗯，就是你要知足吧，就我也非常知足啊，这个大哥也没少支持我，特别感谢呢，感谢我们家宝宝给点的关注、嗯、现在多少关注了，给你点多少了？我看看啊，涨了多少，将近3000了是吧？对对对。谢宝们，现在是1.3万，谢谢1.3万，谢谢姐姐，咱们没点关注再给他萌萌的点一波好不好？这个大哥啊、支持谁都是支持，但是能来支持咱们除了不看长相之外可能是大哥真的是哎呀就觉得唱歌呀、啊、喜欢才艺主播，但我觉得大哥是真的好，他支持的主播也一定非常不错，这个人都是人找人嘛，如果小姐姐不好的话他也不会守护他，是吧？所以宝宝们一定啊、嗯，给我们这个娃娃小妹妹啊，叫小妹妹吧，是小妹妹点点关注好吧？咱们来、嗯，所有兄弟，我直播间现在还有15000人，他直播间现在还剩2000多，所有的兄弟没给他点关注的，点一下他的头像啊、嗯，你现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头像，点开头像之后有关注俩字儿，来兄弟们。我来喊，我不喊太多，我喊10个数，准备好了吗兄弟们，来给他点关注。来兄弟们点到他的头像，点开点一个关注，点了的打个点了，我数10个数，来，我也喊不太动了啊，10 9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啊，咱们给顺水点点关注，1.4万了，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铁铁们，谢谢。感谢大家辛苦辛苦，谢谢昨天还有福大哥跟我吵完，我嗓子哑了，我感冒了，就可能不能喊的这个喊太使劲喊我喊不出来。嗯嗯，我听出来了。行，我们今天宝宝们谢谢大家，一会儿回来我给你们发福袋好不好？啊，一会儿大家发福袋。谢谢哥哥们，辛苦辛苦。好，那你就好好播。好好播，然后加油 好不好，然后我们2000多位宝贝啊，谢谢，不用着急回来，咱们在他直播间多听会儿歌或者多跟他聊聊天好不好，算帮牙呀，然后来陪陪小姐姐好不好，咱们2000多位朋友在那儿陪陪他啊。好，那我先走了行吗？好，辛苦、啊、辛苦白牙姐，你这样你以后看到我在播你就可以连我，但我不知道你为啥连不上，但我这边给你点完关注了啊，应该有互关了，嗯，有互关了，对、嗯、然后到时候你来找我就行，关键是睡哥有意思，你早说，我早就问过你有没有需要我连麦的，你不说呀。不是，他是什么情况呢、嗯、他是说哎呀你别连了，你丢我人。没有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我先走了，谢谢，等你没事看到我在播的时候你就发连麦就行了好吧。好的好的好的，咱们可以互动 好吧。好嘞，一路长虹啊，小妹妹。好好好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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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小姐好，拜拜。哎呀，大哥支持的小姐姐长得还不错味儿啊。咱们家宝贝喜欢归喜欢啊，但不能动手啊。那大哥的，你们不能下手啊。哎呦我的妈！
再次我给直播间的所有的粉丝们咱们发一个本来找我要打榜大哥你说话我求求你了你飘屏吗啊，这个女的真是她真粘牙呀、啊！我给大家发一个十分钟的这10000斗币的福袋啊！感谢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铁粉们，所有铁粉们给牙牙的面子，然后呢也支持大哥支持。小姐姐， Hello? 小姐姐，你能不能别疯狂的连我这么粘牙？我在忙，我不接你麦肯定在忙。啊，不好意思，牙总，我挂了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我在说话，你能不能别连我了？不好意思，回头咱再连不行吗？我都挂了那么多次了，肯定我在有事儿啊。好吧，以后咱再展示。我现在有事儿，我要下播了，好吗？喜欢他的给他点点关注啊，谈谈这个古筝的主播啊，拜拜，小姐姐啊。好，拜拜，谢谢牙总，拜拜，拜拜。他最少得连我20次，我这边没接，后来挂掉，挂掉还连，就不停的连，实在不好意思，小姐姐，这个我这个人可能该拒绝就拒绝，不好意思。就是说，大哥真，还是牙牙看起来大气，有吗？没有，主要是大哥非常支持咱们，这真的是很支持。但我希望大哥以后在打字的时候，我希望你能飘个屏。我多挣你20块钱30块钱的不行吗？再说你要跟我打啥榜？打榜十吗？榜十大哥，你觉得你打榜十还是咋？你是不是有10个号？哎呦我的妈！对，这个福袋可能是大家肯定是大家这个开了之后飘屏费钱呢。你呢？你都全玩好大哥了，你插那快八把我的吗？是吧？你插那快八把我的吗？我没有10个号。那你要给我打啥？打总榜啊？你要给我打总榜吗？我还以为说你让我给他点点关注，我这我意会错了，不行，咱重连一次啊。榜十也行。哎呦我的妈！榜200吧。大哥，你咋你这是马好人了？你这是啊？帮我连一下我小主，你咋也要揍我呀？哎呦我的妈！江南雨大哥也要揍我吗？你小主啊？行，没问题，我给你小主点点关注。下次吧，没事儿，没关系。直播间现在人不多，但是15000人也都是我们铁粉了。我小主叫富贵，行，过两天我揍他，你看呢？但是打狗也得看主人呢，我得看你们面子，你们不让我打我不能打。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铁铁们，我们这个福袋还有7分钟，大家参与一下好不好？大家参与一下。其实我现在并不是特别在乎这些流不流量的，有太大的流量你留不住什么人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我特别知足，他一打榜十就来大哥大姐啊，那我知道了，你是让我给他砍个票呗。你再来，你这样打狗去，那不得看主人吗？你们都是他的主人，不能轻易打。那个，你这样吧，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就是说让我给他扛个票，然后他呢，就是就来大哥大姐，是这意思不？就是他圈票不能圈，可你一人圈。哎呦我的妈！就一圈得圈10个，是那意思不？那你这样式的吧。我再连他一次，你让他再连我一把，你看我给他演一个，我说小姐姐跟我打一把榜十，我虐你，你看看我是怎么给他扛票的。兄弟们，我教你们一下，看看主播给主播真正的意义上扛票是什么。上来就叫嚣，就是你吗？小姑娘不大，播了半年就想跟我打榜十。然后对面大姐看我，我说什么主播这么狂，我打死他，疯狂上票虐我。兄弟们，咱演一把吧，不行。然后咱家兄弟啊，咱家兄弟姐妹都不要破费，一人上个保时捷，或者一人上个热气球。啊，不连了，你确定啊，大哥？啊？哎呦我的妈！演一遍，就是你们看那些剧本。我教你们一下什么是剧本儿。没事，连不连都行，看大哥的。
你们也过去带波节奏，你不行，主播容易没心态，他是新主播，你们不能带节奏去，带节奏给带的没心态了，咱不能带节奏，我行，我演，你们不能演，他是新主播，容易让你们整没心态，到时候咋播呀？人家演不演呢？我问一下，宝儿大哥，他们真去带节奏了？那么欠儿了，咱家宝儿那欠儿呢？不是你们这不泄露了吗？那别连了，别连了，这泄露秘密了都，还演啥了？热气球也不消费了。嗯，不连了，小心心心行不？你行，你在这展示展示，你别展示了。哎呦我的妈！大哥都说不连了，咱就别连了，都已经带节奏，现在真坏，这坏人。去，不去了。去了，去了。大哥说不去，咱就别去了。大哥说不去了，意思就是他大哥大姐都没在。你们这还不懂吗？就是200多人都带节奏去了。别去了，别去了，宝贝，没事儿。回下播你跟他说，我们这是开玩笑的，为了给他营造个气氛。这样的话，他家大哥大姐得疯狂的恨我，然后每次看着我疯狂的上票，一顿狂揍。其实就是那种叫嚣的主播，就是这种会激怒大家。哎呦我的妈，那你们不能上头啊，你们不能上头。咱们在星期六下午的2点，然后我会在这个烟台支付区的大悦城，我们做户外，然后大家可以这个准时的来到直播间哈。当然我先那是周六啊，周五我还会播，连播2天。大哥太牛了，妹妹太可爱了。行，大家把这个福袋参与一下，还有3分钟，我就不唱歌了吧，我也唱不动了，宝宝们。今天我们 HG 大哥也破费了，破费了，大哥，帽子哥也破费了，帽子哥。嗯，谢谢胡哥，感谢我们小狮子，谢谢月清哥，月清哥你又去广州了咋的？谢谢梅子姐，感谢我们小歪，谢谢水姐、天使姐，仅此而已。感谢我们可乐，谢谢弟，感谢宋宋、真然姐、宁姐。谢谢关心你的人，亲阿哥吴大小姐，感谢天空姐，谢谢丽姐、西元姐，感谢孤舟客，谢谢仙客来、秋冬姐，感谢熊不二，谢谢我想见见，感谢大壮，谢谢用户之秋，感谢美丽心情，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宝宝啊，为牙牙的付出啊，谢谢大家的支持。不唱了，不唱了，这个嗓子就很哑。其实我这个人大家应该比较了解，有的时候他不是要强啊，抖音爸爸能给我们这个流量，所以我就算嗓子哑了也想坚持一下，不想去浪费。可是吧，说我幸运我也幸运，但是说我呢有一些小曲折，我也是真曲折。阳之前流量超级好，然后我阳了，流量下来了，现在流量又好，我又感冒，嗓子又哑了。其实就说好多时候吧，我想做的事，但是也总是有这个千难万险。谢谢我们天空姐，谢谢大家的小心心和灯牌，没有送灯牌咱把灯牌送送行吗？谢谢我们张姐，感谢张姐，谢谢秋冬姐。其实我想传递给大家的就是，生活中啊我们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工作、生活、感情肯定都会有遇到，但是咱们不要怕，就像我一样，我每次受了打击之后爬起来再干。没什么了不起的，谢谢丽姐，谢谢天空姐，谢谢宁静，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这次不行了，可能运气不好，那我再努力啊，我不相信就是机会总是不管我。我这个人总是就像一个小草一样，越挫越勇，每次受到挫折那我就爬起来我再干，闷着声我不出声，但我一定会坚持。我也希望咱们直播间所有跟我一起成长的铁铁们跟我一样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记得坚持，最难的那3年我们都过来了，还怕以后吗？是不是慢慢日子都会好起来，越挫越勇，加油。感谢我们，谢谢大家，希望我们未来的日子里大家一起努力啊，我觉得得有一起努力的决心啊，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团结。
一起努力呀、啊。说我们还有12秒钟，我们抢一下我们的福袋，抢一下我们的福袋。